这个壁画的病害，一种是起家，一种俗家，一种大面积控股，一种是烟熏，一种是烟碎变色等等。但是最严重的是起家，它一脱落就没了。你想修复文物，你得用工具。我给这捷克专家修复的时候，他是用咱们的医用注射器。这个医用注射器啊，修复立体的壁面是完全可以的，但是修复顶上的壁画不行。你用力小了，液体就顺着针头滴滴滴滴滴流下来了。你要用力大了，它就把起家的壁画冲掉了。后来我就想，我说怎么着能够把这个工具改造一下。有一天，有一个职工的孩子，他们家里有在医院里工作的，拿着一个血压计上的那个皮球。哎呀，我就说，哎呀，我能把这个皮球换过来，我就给他大人说，我说我买几块糖，把这个皮球换过来。拿来我就把那个针管改造成胶囊的注射器。直到现在几十年了，现在还用着那个工具。